大家好，我是莫西，今天有点不太开心，好吧，我带这个特效来化个妆吧，首先画个眼影吧，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，笑一下。你怕不是一个傻子吗？有点咳嗽，可以看一下你的绿码，喝口水。鼻侧，这个鼻子真的绝了。哦天哪，这个鼻子瞬间立体了很多。加深一下眼尾，我感觉我不做好乱呢。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眼线。哦，眼睛在哪儿呢？天哪，这个鼻光呢？再用黑色眼影把我的眼线晕开。吃个橘子。哇，他这个嘴巴真的很大，我跟你说。这个特效的好处就是，这个嘴巴超级大，一个这么大的橘子，它可以一嘴塞进去，我操。腮红，哇，这个脸这么大。好浪费我的腮红。哦，上色了，上色了，它变红了，看到没？它变红了，变红了。最后一步，口红。哇，这个嘴巴这么大，好浪费我的口红啊！真是的，烦死了。天哪，这个口红怎么会掰断了呢？好了，画好了，把特效关了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觉得。瞬间这个人被我画的挺好看的，精细度99%。好了，我们来关特效吧。哦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好看 ？Oh my god, 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这个脑门有点大，我去试一下。天哪，这个这种特效都让我化妆化的这么好看，妈呀，我这个化妆技术真的 YYDS。好，今天的挑战到此为止，宝子们，拜拜。